大家好，我是厦门鼓浪屿跑腿小王子。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中国电信用户的手机怎么把积分快速兑换成话费。首先打开短信，然后收件人写10000号，输入内容1066，然后选择电信的手机发出，大约过个10秒钟左右，中国电信的10001号会回复短消息。回复短消息的内容为：兑换成话费多少元？3.56元。已用积分356积分。当然，每个人消费的额度越大，积分也就越多。这个方法是一次性把所有积分兑换成话费的最快捷的方法。苹果手机也一样，收件人也是10000号，内容也是1066，系统就会回复一个短信。电信的积分每2年清零一次，不用就可惜了。我是厦门鼓浪屿跑腿小王子，谢谢大家观看。